可以播吗？这里有点尖哎。大家都在拍美照。哇、哦，这个山配这个美人。哎、欸，我好怕你追过头。你追过头，我还以为群主哎，我还以为早安，你人整个天真吗？哎、欸，啊，怎么 Rina 还没到？就是 Rina。你不要担心别人。好好，谢谢。哎呦哎呦，好久没出国。太阳。只有我们两个是动物区。你是羊，我是。他们是美女区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很期待跟大家滑雪哦。还没醒来，等大家。北海道见。什么？就滑雪回来可以把雪靴放在这边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那这里嘞？这边是其他的房间的。哦。588是我们。我爸爸。我爸爸。这里还有什么？高尔夫。天哪！还有按摩房。哇塞，这里菲菲很喜欢来这边，哇，我对按摩很有兴趣。耶，哇，真的可以按摩哎，还有健身房，哇，很赞哎，健身房感觉是用不到，因为滑雪会很累。哦，这边是点心区，特别准备给所有回来的贵宾们吗？外面就是，哎、欸，那怡瑞要先喝了。哇，温泉蛋了吗？而且如果天气好，它是看得到阳光的。哦，因为现在是都毛毛的。哇塞，这里的哇，我认真会来泡哎、欸。我也会想泡，晚上来泡吧。好，我们晚上来泡。好，因为我觉得啊、哦，这边是客厅。对。还有按摩椅，哎、欸，好爽哦。好爽哦！这里，这边是我跟菲菲的房间吗？哇塞！哦哦，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就自己决定要睡上面还是睡下面。哇塞！这里好温暖哦，很赞哎，这里。早上应该更美。对啊，想说奇怪，啊谁关灯？又谁关到灯啊？我啦，我选择大家关灯。两次，看他帮我选什么颜色的雪板，因为我有选择障碍，所以交给我们的帅哥店员处理了。紧张了，来个色我。新年快乐！他给我个新年快乐吗？可以吗？OK， good， 可以选你吗？反正拍帅哥。帅哥。哇塞！哇！看一下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耶！你这个我跟你根本就不会痛、啊，屁股完全不会痛，一路这样坐着它，然后再来一个，耶！睁不开眼睛，哎，对啊，太亮了吧，准备滑雪咯，滑雪咯，Teacher。Elena. Elena. Yeah. Elena. Elena. Elena.
winner， 加油！完了，我们两个破英文，耶！期待。哇，手好冰。我现在是奶奶照，奶奶照，写真照，写真照。按摄影，按摄影，摄影师，摄影师，摄影师，能不能？摄影师很厌世，摄影师厌世。你要来吗？我要，我要。我先录影哈。来了，我来了。我直接张开眼睛啊，张开吗？耶！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，外面就是羊蹄山，然后这边有个泉来泡温泉蛋的。舒服多了。耶！哎，第一次跟大家这样泡温泉，怎么滑路啊？来，怎么滑路？第一次温泉蛋这么多来，对，第一次这么多人。来宾是谁呢？因为他还没上过，今天在这里。好的，有什么问题？要问什么问题？请问你跟 Abby 有交往吗？没有。网络狂粉，网络狂粉，来，就问是不是那里？中间，你先要抓底他。对对，就是中间，这里再来，中间就是中间。中间屁股呢？这个真的可以播吗？这里有点尖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里有一点哦，大力一点，大力一点是，很好哎，有哎，哦，这样子比较好吗？对，它剪开，它要长，它要长，舒服吗？舒服，有菜，下一位，我帮你按，来，谁要按摩？来，来一个接一个。这里真的有个穴道，好，你把我其实看不懂你在做什么，真的，哦，后面，哦，我真的会按摩的，哦，真的吗？欣赏风景啊，你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是真的在按摩，有，还有在按摩，你要看到镜头，看到镜头啊，看到镜头，哦，哇哦，哎，大腿超紧的，对，我跟你说我。是他在哦，手没有人在乎他了吗？好，哇！哎，可是大家比较想看这哎，没有人想看他哎哎哎哎哎哎！因为这个画面刚刚看过了，要换别的了，真的会按。好好好，好看呢，这个火，这视角。那你的后面的那个再多一点呢？大家都在拍美照。哇，这个山配这个美人。哎，一瑞，你屁股很痛啊？是不是就是要买屁垫？要买屁垫哎！再不听那个老人言呢，你们下次一定要买屁垫，重要。知道我的那个猫咪屁垫多重要了吗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屁股完全不痛，我完全没有感觉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现在跌倒，来，你现在往后倒，真的不会痛。是不是？然后我觉得为什么你的眼镜怎么怪怪的？我的鼻子为什么？你的鼻子，你的鼻子长在上面。啊！好笨哦！嗨，恢复正常。恢复正常，真的。第二天，第二天全身已经酸痛了，但是每次全身酸痛的时候，穿上雪具，然后看到雪，呜，精神又来了。希望今天可以更进步。要求我，美女就是不怕冷，太猛了啦！我要冷死了，我先进来室内啦。疯子，疯子，而且还下雪。我刚听到林丹说，穿雪叫做 Tomato Jump。看撞一下，这撞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。Excuse me， 天哪！我要怎么讲？我要怎么讲 ？Excuse me， Tomato drunk。好丢脸！好丢脸！好丢脸！
唱。可以唱，先。可以唱，唱。哦，没有。没有头，没头。他不是番茄吗？中翻译哦。对啊。那你玩什么？多可爱，你看，是不是就跟你说他带护具了？是不是需要我的猫了？东西在我身上真的有合理吗？那你先承认说，对，我需要你的猫。好可爱哦 ，Yuri。可以，很可爱。大家很明显，第三天累了哦。对啊。累吗？感觉没有要出发。累吗？对，很坑哎。好，第三天，而且好快哦。明天就要回去了，完全没有感觉，就是好快哦，太快了。因为我们的时间很忙哎，因为我累到就是我没有力气录影哎，直接累到哎，但我还是要记录一下大家，录下来。因为我们在很陡的一个雪。最想念的火锅，其实就是从那个商店买来的。我们就只是摆盘而已，然后等下煮下去这样。但是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这次是在家里吃，然后可以聊天，而且大家都超累。木言好像也要煮东西。真的假的？木言，我跟你讲，木言煮饭真的是一级棒棒，一级棒。哎，真的，赶快期待你的那个晚餐。木言要煮什么？木言要煮什么？刚刚说的是咖喱鸡肠乌龙面。哎呦，跟泡菜鸡。哦吼！你干嘛？你要不要先进？你去火堆那边。竟然会想要聊天？想要聊天，好像。吓我自己。你去火堆。哎，真的很冷。我只能生理起来只能泡脚。哎，真的很冷哎。他是在你那边。哎，怎么？早安，要回台湾了。小心有车。哎，没事，好。怎样？哎，帽子在干嘛？帽子会掉，帽子会掉。我们是一只熊和一只羊，对，是羊啊，是羊小份。嗯，好的，哎，我们什么时候再来？想来就来啊，下次见，希望下次滑雪可以继续顺利。对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学到，然后不要受伤。对，然后回去面对现实，要工作了，还有验收，要排舞，他还没有先完，两天后要交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幕战后见。Okay.拜拜，拜拜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